하나 둘 하나 둘 하나 둘 金刚山首发游轮圆满成功。 这个也是好像是首航，所以有很大的期待。以后要是这个航程要是要很理想的话，要以后经常这么过来，因为我们这个延边嘛，离这个井冈山还是很近的。 这个新开的航线呢，我们估计在明年呢，今年是我们是试航嘛，明年是估计能达到10万以上的啊。再一个呢，这是仅仅是一个航线，我们不仅是这个航线开，我们还是很多一个航空航线我们要开。开的话，可能的话大概是也是这个航线是这个中国国内大概是16多条，啊。可以下去体验一下。